你怎么还活着？你怎么还活着？哇，被抓到一下，哇，好痛 ！Oh my god， 要去哪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。我们今天四个人要一起去丛林大冒险。Hello， Hello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猫。Join 啊 ，Join 啊！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去丛林大冒险。今天我们玩的这张地图的名字叫做 River Rampage， 叫做生气的河流。它是什么样子的一张地图呢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在一招竹筏上面，然后上面会有野人去丢 TNT 下来，想办法把我们给炸爆。所以我们这算是一个竞争的地图，就是看看谁可以活到最后。那来介绍一下这个团队的名字。我们刚刚第一次登录的时候，他们团队就是 CCR 啦，是还蛮酷的啦。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制作团队，主要的制作团队。然后右边可能是测试啊，或者是一些红石资源的团队。那要去哪里调开始嘞？这里好像有些东西可以设定，但是在开始之前，如果 Bobman 喜欢我们一起玩这类型的有趣的小游戏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。我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来一个后面有九，来个9999个喜欢好了。虽然现在定这些数字，但是好像你们也很难达到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帮我到达9999个喜欢？那么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来调调难度好了。要先来个 medium 吗？还是来个 easy 啊？哦，尽早用。I'm sorry, but you don't have a permission to perform this command 啊。他说那个我们不行调哎，你可以给我们 OP 吗？我也不行，逼稍等五秒，好来喽。那我们一开始可以哎，它的模式是我看一下哦，每两秒一颗炸弹会丢到你的身上，然后哦，它好像可以解除炸弹。你有 1.5 的 bomb fuse 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是最难的模式，这是 easy 是不是？这是 easy 吗？不对吗？不对吧？看起来不像哎，这是 easy 哦，它是什么啊？0.5秒会丢一颗炸弹的意思？啊，好像不太对哈，应该是反过来的意思啦。好，总言之，上面写 easy 应该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要有解除炸弹的功能吗？好，然后音乐把它关掉。然后血量呢？3滴血、6滴血、9滴血，来个6滴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开始喽。帮我们可以在今天底下留言，看看谁会赢。如果你不知道留什么的话，那小白，结果一下，你在干嘛？结果一下，来喽 ，3、2、1。Go go！ 要开始！来！我还不知道的哦。哦，东风，我们在竹筏上哎！哇！要自己动哎！你不动的话会那个哎，掉下去，会掉下去，炸弹要掉下来了。好，来了！我手上有剪线器。嘎都！哦，炸弹！炸弹掉下来！要按左键，按左键可以敲爆炸弹。哦，好酷！哎，树叶。炸弹血好像变多了，要小心一点。嗯哼，哎呦 ，Sally， 跳进水就拜拜喽。总觉得用第三人称玩起来好像比较好玩一点。哦，上面小心，上面小心，它好像会掉到树叶上面。哦，好美啊！哦，等一下，这一颗我敲不掉，不要爆炸。Sally， 我决定我只要来躲了，不敢拆了。先。哎呦，这会炸烂主法吗？应该是不会。哎呦，是六滴血。三颗。哎呦。Sally，好像被扎到一次六滴血了，要小心。嗯，对，很痛。哇！我跟鹿根本就只是在躲炸弹的。我没有，我就冲过60秒。啊，我卡住了，都是哦，复活了，哎呦，过桥哦，小心。后面，竹筏应该是不会有事啦，竹筏应该不会有事。我站在最边边，好恐怖。等下后面有两颗。哎呦 ，Sally 就好，爆了。炸弹会落在上面欸，好酷！中间！我卡住了！等一下，救命！好，竹筏边很容易，竹筏边很容易卡住，竹筏边很容易卡住。好多颗，等一下，我来帮忙。哎呀，哇，他的血其实很厚欸，我好害怕。这次算是团队合作吗？OK， 后面我还活着，我卡住了，No！ 又被炸了一下，又被炸了一下，后面，哇！旁边是小白的脚底下，我好恐怖哦 ！OK， 前面有洞窟，前面有洞窟 ，OK， 嘿小，过关了吗？要过关了吗？嘿小，哇！好可恶，嘿小。
熊猫，你刚唱歌吗？唱歌，他好像血没有变多，只要你砍对的话，就一样会爆。哇，好痛！快笑，超多颗，超多颗，超多颗！小心旁边全部都是，后面！哇！哇！小白挂了，小白挂了！哎呀！你们真的？哎呀！哎呀！哇！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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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现在还没扣血，我还没扣血。OK，OK， 前面是洞窟。哎，他直返回去了啦！他直返回去了，这是看谁可以活最久，看谁可以活最久。小白呢？小白呢？小白呢？小白现在跑在哪？哇！在你旁边，我在看你们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上面，你被野人了。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诺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你怎么还活着？哇！被炸到一下，哇，好痛 ！Oh my god！ 要去打，好多炸弹啊！根本没有在猜的意思。哇哇，路路，他越掉越快啊！哇！救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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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不行啊！哦，好刺激啊！天哪！啊！哎！你在干嘛？那是什么？桌上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你们要演讲吗？按这个，按这个啦。这边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啊。OK。他怎么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发生吗？嗯。OK。坏掉了。哎，坏掉了。坏掉了。而且为什么羽毛头上有胜利的冠军啊？为什么？对呀，明明就是 Look。哎，为什么你赢了？耶！哇，好厉害啊！怎么回事？我们来试试看别的好了，好不好？来试试看 medium 中度难度，还是直接跳到 hard 啦？好，好不好？直接跳到血量再多一点点，九滴血，好不好 ？OK， 九颗星，然后又可以拆炸弹吗？好，可以拆，可以拆炸弹，比较有趣。好，来喽，准备喽，3、2、1 round 2 go go！ 哎，这游戏好好笑哦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小心，小心！动，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小心那个竹筏旁边，有时候可能会卡住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中间比较安全一点点。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你们是用第三人称，我觉得应该会好快，好快！那是爆炸时间啦，那是爆炸时间啦，根本不能够解啊！哇，好痛啊！哇，哇，痛死啊！哇，死了！哇，死了！这太死掉了！耶！这怎么玩的？瞬间呢？这就是秒速，简直！哎哎，这次就有了！哎哎哎哎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？看一下啊，他可能是出 bug 吧？你试试看。一 blow the dead！ 哇！等一下，你做了什么？还有别人吗？哎，没事哎，就这样。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让你炸我们一次。这个根本就没有用，不用解了，好不好？那再一次 hard 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更难的啦，这个是。我怎么只认得 easy 这个英文？再 hard 好了，再 hard， 来来来来来，准备了，对对 ，one go go round three， 太难的吧？太可怕了，怎么觉得只有，就觉得 easy 可以玩啊？我今天把你们那个 fuse 给拿掉了，就我觉得不需要那个东西，完全不需要剪刀。看天上有用吗？还是它会跑到地上？我觉得要看地上，天上会小心小心。有，但是哇，这根本来不及啊！这根本来不及，好不好？这根本看运气啊！我进我炸弹，这看电视有用吗？好痛呀！这根本太看运气了。哇，我觉得 medium 你赢了，好强哦！好强啊！我觉得 medium 好了 ，medium 虚我。这秒数真的太短了，炸速太快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根本躲不了。小白，放别的是什么？哦，他拯救我们嘞！哦，谢谢。哦，这是看不懂英文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我有那个按钮可以直接按。他刚抬头在发说给他们慈悲，这一定是看不懂英文。好，下一场 ，OK OK。小心小心小心，这是 medium 应该比较简单一点点。然后我没有给你们捡剑器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直接躲就躲，对对对，又躲，不用捡了。小心小心地上 ，OK， 哦，这时间正常多了。哇，好久啊 ，easy 哇，可以好悠哉的躲，难度也差太多。哎呦，卡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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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炸到了 ，OK， 小心小心小心，你们是用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啊？三，我也觉得三比较简单一点点，三可以看到自己屁股后面啦。嗯，可以。哦哦哦哦哦，怎么越来越靠近我？不要逼我啊！
哎呦哎呀！混手，哎呦 ，OK OK， 卡住卡住啊！我卡住 ，no！ 哎呦哦，没事。OK OK， 那个边边真的很危险，那边边要小心。超卡的，脚会滑下去。而且你注意看，可以看到那个有时候那个木头分开的那一瞬间，有点真的很像主发哎。哦，如果有 PVP 的话，该有多好！太可怕了，直接掉进哇，直接掉进水里。觉得是不是越变越简单啦？我们真的会挂掉吗？我们好强啊！对啊，经过我刚刚那个 hard 的洗礼，我们最难的还没看过，你知道吗？先等到桥下，等到桥下，哎呦，对，可惜不能够推人。嗯，真的，他就把那推到比 hard 更难啊！小心！哇、wow, 哦、okay ！为什么、啊？因为它的那个显示是一颗星等于两滴血。哦，好恐怖！好恐怖！哇！我们找到小哇 ！Victory！ 二路真的是躲渣的大师哎、欸，真的，好强哦！哇，躲的太猛了吧！还在炸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是要炸到你死掉为止啊！我也想站上去。哇，谢谢 Mercy， 救我！哇，你好厉害！好笑哦！哎呦，来试试看最难的，最难我就有机会会赢了啦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有机会。我可以出去大概五秒吗？来喽、哦，这好好玩哦！来了！没事，我一定要拿上冠军。这次我要拿上冠军，来全身灌注，全身灌注，哎呦，躲炸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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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来了，哎呦，哦，好痛，要死了，哎呦，哇，好痛，哇，好痛啊，我死掉了，哇，炸弹，哇，不行啊，要死了，为什么啊？太奇怪了吧！是多太奇怪了吧！再一次，哎呀，再一次，开始了，开始了 ，PUBG 训练出来了，哇，这个 PUBG 有什么关系啊？认真认真，来来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专心专心，对对对，灌注，全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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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灌注，哎，全神灌注，哇！先灌注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呀，嘿，全身灌注，全身灌注，哦哦哦，这是大家都活很久、哦，完了，这是大家都活很久、哦，这是大家都活很久、哦，哇，被炸了一下，哦，很小，撑住，撑住，哇，我们掉水里面，哇，哇，掉到水里面也会扣三颗星啊，三颗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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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久哇哇哇哇哇！牛要摆脱，牛要摆脱！哇哇！好紧张，我自己，好紧张，我自己。小白鹿，小白鹿。哎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。哇！啊，我好讨厌。被夹死。哎，主板的边边很恐怖，我等下也要全神贯注，从头到尾不讲话。我也不想讲话了，宝宝们，我要认真的，不要再碰。Mercy 呢？我没看到。哦，我要全神贯注了，宝，我不讲话了， okay. 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现在接下来就是完全安静四个人，完全不讲话，安静。好。嗯哼，突然觉得好有点太安静哦。嗯哼，好安静。你们吃元宵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哎呦！等一下啦！全神贯注呢？有、哦哦。哎呦，这样我猜到了。哇哇，大家都很没机会了。我没机会了。Run run run！ 嗯。哦，天哪！哎呦！哇，被炸两下！哎呦哎呦！小炸弹。哦。哦，这小白是满血，完了，完了！哦，天哪！哎呦，
这次打完火好久哦。哦，天哪，不要炸我这里！哦 ，no 哦 no。我只剩一次机会了，哇，我中了一本，中了一本，哇，啊、我死了，哇，我死掉了，欸、我死掉了，过，第二座桥，等一下，这样到底要怎么过啊？哦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第二座桥，第二座桥，哎呦，我们到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耶！先走边，哈哈哈哈哈，我赢了，爸爸，我要全神贯注啊！哇！耶！哇！好人卡给你。耶！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不讲话会变强吧？我平常都是废话太多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个最后一个，就简单模式。然后，因为大家都已经经过很强很强的训练了嘛，对不对？嗯哼。我们来一个简单模式，然后九条命，看谁可以还最久最久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来喽，来喽，今天的最后一 round 开始了。哇、哦，我看他从头到尾都没讲话，超认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用，有用，哇、哦，真的超有用。好，这可以废话了吗？我还是回到以前那个技术不怎么好的，嗯、技术不怎么好的心态好了。好，就不拆炸弹喽，好不好？好、嗯，玩到后面应该是一大堆炸弹这样飞来飞去。这是简单啊，哦 ，Oh my god， 那是什么？都没有炸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怎么那么久没有炸？这样让我压力好大。那个会爆吗？哎呦 ！OK，OK，OK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炸得好慢哦！天哪！那好慢哦！这是要逛街、欸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还可以闲，等一下我卡住。差一点点。可以聊聊是非。聊聊什么是非？啊、最近阿斯交女朋友了没？没有，怎么单身？我们刚刚到底是怎么被这个炸弹炸到的、啊？不是很明白哦，对不对？我被卡住，被卡住 ！No！ 没事没事没事。嗯，右边可以过吗？还是只有左边才可以过啊？右边应该也可以过，应该是左两边。然后右边要走那个木筏，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这游戏怎么那么简单啊？超 easy 的。对啊，刚刚是怎么被炸的啊？卡住卡住卡住！哎呦喂呀，得死！得死！等一下有点多，有点多。哦哦，又被炸到一次了。死路死路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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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没事没事，我跑出来。哇！差点掉到水里。哇！大家都扣一滴了。嗯，没有，是我扣了吧？卡住！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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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住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好好好好，好危险哦！这到底要怎么挂掉啊？有了有了，开始变多，开始变多了，开始变多了，好多。对啊，我现在已经分不清，现在要记哪个顺序？哇！我掉水里，要记顺序，要记顺序，对，要记顺序了。我刚掉进水里。哇塞，有一些还重复哎、欸！哇哇哇！记不住了，记不住了。那个顺序已经乱掉了。小角落了吗？那个顺序已经乱掉了。Oh no! Oh no!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记不住了，我记不住了，完蛋了！啊，都死掉了 ！OK OK OK OK！ 哦，爆炸！爆炸！变成记忆力考验呢、欸？没有没有，他应该不是爆，他回去了，回返回返回返。哎呦 ！Oh no！他应该不是低哦，爆炸速度感觉要不行啦！盖盖盖，小文没事，小文没事，真的好久哦，恐怖哦，压力超大了。我卡住，我卡住，我卡住！哇！耶！啊，好难哦！我又赢啦！再说我是金鱼脑啊！哎、欸，我人好好哦、喔欸，有没有这么好的人啊？哇！黄金毛毛，不对，今天这集阿兰手超会按到手了，希望毛毛会喜欢今天的 River Rampage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9999个喜欢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